你的生日礼物，我已经替你准备好啊。吴安琪女士刚才宣布死亡，肝脏的部分则是优先给吴天成先生使用。我真正就希望，当大家面头前，大声喊你一声爸爸。你根本都不应该叫做贝贝，你应该改名叫做贝哥哥啊！哎，你今天人家害我。小姨，只要你愿意和我陪在你的身躯边，以后的每一天，我都会陪你做伙行。每礼拜一到拜五暗时八点。比得人生壮志高飞，想想对对。